你只有钱鬼陪你。天哪，我以为你们也跟着一起在打、啊。有啊，我的钱鬼在打你，不要小看我的钱鬼、啊。我没有感觉到有帮助。他不会游泳啊。没有，一点都没有。他不会游泳啊。哦，那只是个可爱的钱鬼。问一下，书柜是保护的还是不会被拆了？会被拆，会被拆啊。会被拆，会被拆。一开始就直接放在那里。好，放在楼上。不用，你就不用重新了。对。好不习惯、哦。可恶，打我钱鬼。走路会觉得怪怪的。哇，钱柜直接被秒了！小心小心！我需要黄金才可以召唤后鬼。黄金是不是？我等下。而且我也只能，我不能拿那个铁制的剑，我现在还是木剑。暗杀刃。刺客的装备。好，听起来好凶哦。哎呦，我一打他，我还没有剑了。暗杀嫩，打太快。暗杀嫩。好，我去。来，挖个黄金。哎呦，旁边陆地也是可以绕。我其实啊，要去他们家放一大堆木船。你要木头给你。好。然后他们招鬼的话，就全部坐在木床上，有没有？他们有好像可以哦。谁是召唤师啊？没，刚刚没注意到。没有人，没有。那在我们家放一大堆。而且他那个鬼也是只有那个啊，30秒。哎，等一下，他们没有人选的话，表示哈基知道鬼很烂，很强很强。你不要，我还是很厉害的。他不是在之前就讲说，他不是要不是太强，要不是太烂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他越来越强，他现在在累积经验啊。我们是大后期的，社会而已。我们是大后期的，我慢慢弄。对啊，你要对他有信心。那个需要铁的，不是需要黄金的，我再挖了哈。好，那我改挖铁哦。好，我需要暴冲。我需要暴冲是黄金的、欸。哦、那我需要技能都是黄金，那没关系，隐形药水。你不要这样，因为我是用精力，所以它还好。嗯，还可以。你不可以这样。我现在待在家里，你绿宝石要带在身上啊。哦，好，那个中毒的是。哎、欸，其实这一场谁中毒了？没有，我在踩别人线，踩到陷阱。哦，你干嘛？哎、欸，下一场要玩结界师，我要钓鱼。那么大的湖、欸，我的天！哎呦，我刚好放我放陷阱的抽，他刚好金抗丝，那是我金抗丝，金抗丝动起来啊！他那个动起来，敌人就在你面前了。好，动起来，好，哎呦，有动有动有动，萤火会干扰，时间开始流动，有什么啊？哎。康斯，怕了吧，怕了吧？他们有游侠狂风，我可是有我的孩子在、啊。请问转职那个副手 bug 已经修复了吗？应该有复了吧？转职讲一下有没有？我很害怕。我现在多多在前面放我的后鬼，怕等一下我的绿宝石不见了。哎呦，哎，感觉守护者在加一吨。可恶，隐形刺客！第二阶段可以到30等、欸、什么东西？够强、啊！对，我现在23了，感觉差不多了。哦、我就挖矿，感觉也变多一点。我现在20了。我们没有刺客嘛？那草都可以多打掉，有点加速的感觉。哎、欸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！换后鬼，他在这里啊！哎，啊，刚刚隐形。嗯，哎、欸，我这边招了很多。我就还把他们这边草都打掉、欸我想去把他们小麦给挖了，不想他们小麦还有没有。等一下，我觉得我要来去修复一下我这边的问题，我一直听到你电子音、我要回家了。好，回家换一下。我回家修复一下。嗯，修复。那你回家要多久？我回家哦，可能要100秒吧。好，重来哦。喂，坏人坏人，不行，我要没血了。我只是来偷卖的，偷卖人，啊，对，因为我挖掘缓慢，对，而且我刚好对着栅栏门用猜的，我在想什么？是又有人来吗？啊，被看到了，
我只踩两个，应该不会。先先退。应该现在是还好，我现在是放在身上，我还没有。OK OK， 快要那个哦，第二阶段喽。好，要小心，还要做一些签字。还有，哎，招一些后鬼过去闹。哎，有有有，有面包了，有面包了。你有吃的不？那你在干嘛？哎，其实其实这个这个去签字真的还不错哎。谢谢。对吧、啊？可以去乱了。让我们进攻节奏，因为他十秒啊，那你就一直有僵尸要打、哦。虽然僵尸不强，但是持续的干扰这样就很可怕。嗯嗯 ，poke。而且他如果伤害的前鬼打得比较痛的话，你刚好可以比较后期的时候，对啊，会扫一下。出来吧，后鬼，会有优势啊。杰克过来。哎呦，没事没事，你小心哦，你是贵族哦。哇哇哉哇哉哇哉！酱油，这里有我的后鬼。阿、啊、伟好痛哦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啊！你把他打出来，有、哎、人过去了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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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干掉干掉干掉一个干掉一个。嗯、哦，你看他们的黄金矿洞都是我们的人。黄金矿洞、okay. 都是我们的鬼。你有吃的吗？你有吃的吗？我只剩几个面包而已，给你一个。哎，还有还有还有，我剩两个。还有。哎、欸，那个那个杰克要准备来了，杰克要来了，完了，我的我的我的后鬼感觉要舵转了，可以给我一点金吗？我去换点食物。好，他感觉要沉到海里，他就要舵转成为沉尸了。舵转，他要溺死啊！不要啊！杰克来中。哎、欸，他怎么让我变成尸？是不是他就不听你控制？欸、对啊，欸、不知道哎、欸。好问题、欸，要一直放着、啊，我招一直在水里，试试看，试试看，测试 bug。哎、欸，他很好笑，他会一直绕，一直绕的转下去。是、啊。扶、欸、不起来，会一直沉下去。对，一直转圈圈的沉下去，超好笑。超好看，还在跳水中芭蕾。嗯。我去送食物。他不晓得城市要多久才会变。他们我记得没有，不一定，没有很久吧。你问小雨啊，小雨不是最会闷的。变成超过三十秒就变不了啊！哎、欸，不会不会超过三十秒，三十秒太短。啊、那变成尸的话，他还会认得主人吗？不是，他如果万一看看、啊、可是他还没变就万一有三叉戟，不就无差别了吗？真的耶！巧克力，可是那你可以打他拿三叉戟吗？巧克力，怎么了？过来一下。啊，好好好，哇！哎、這個欸，后面、欸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等一下，好像被他拿到了。哎、欸，我拿到了！不，怎么了？我们的牛排被偷了！ No, 我的肉被拿走了！坏人，我妈的、欸！可以拿装备给我，我三十等了。哦，好的。哦，那还蛮。来偷你一点黄金，我们要牛排。但是隔壁牺牲自己拿出来的肉啊！我招个后鬼给你。来了，他们来了。哼。有小有后鬼的保护。哦、我就要去换牛排了。公公杰克跟哈基，这样你凶。我感觉开船真也是蛮重要的，不然的话速度好慢哦、喔嗯。或者是要送那个啦，那个对漫游。嗯，我好不习惯拿弩。那我先用漫游好了。可以啊，你先付、啊，看可不可以多付几双，有一或二就也，谁可以救救我这个弩的新手？拉弦呐、啊，你可以看他那个拉满的感觉，慢慢拉，嗯，他拉满会卡一下。对，而且毕竟因为你那个弩它贯穿，所以不用担心。哎、欸，注意哦，嗯，我输哟，哎，哇，哎呦哎呦，继续，哎，影月还想跑？它是比较直线啊，那个看我的术师前鬼出来吧！那個、我们家里右边头上有人，好习惯。他想要过来，是是对他比较直。可是我现在没有。他比较直。对。对。小雨，那个右边那个那边有人哦、喔，那个方向。小心哦、喔！哇，满箱六六六啊！出来吧，前鬼，一起上加油。这是杰克吧？哎、欸，怎么刚好是稿子不见？哇，可惜了。战友无敌，没有啊，快爆掉的稿子。哎、欸，杰克还在吗？你还有看到他吗？不知道。哇塞，那个矿工的无敌也太久了。他蹲着吗？还是隐形呢？
隐形了吧？如果还在的话，酱油不要跑！什么时候？酱油的屁股不打！哎，干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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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的屁股，干掉的屁股。我感觉有点腻。哎呀，啊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你腻？钱柜保护我！啊，钱柜死了！哦，我们的，我们的，我们的，还在，还在，躲在那边。哎，游走，游走，游走！大家。应该要走了吧？他往下挖了，他往下挖，他可能想要从下面那个，他想从下面逃出去哦。后鬼保护我，这个肉要放哪？哎呦，可以吗？可以看到可以打掉那个吗？我在等他慢慢，我在等他慢慢挖出来，我在等他慢慢挖出来。我要准备来附魔。那我去挖，我去挖。那我黄金先放这里，让你顾着。那我先挖些铁。阿基，我可是有后鬼在哦。在下面。前鬼后鬼。通通出来！哎，钱柜一下就死了。我觉得钱柜好弱。现在还他还是孩子啊！真的，他还是个孩子啊！你要铁是不是？对，魔鬼。而且那个僵尸会有一个冲动，就是让对方会别拿那么多，别拿那么多，别拿那么多。按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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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按到。哎，你太明显了吧！喂，我打屁屁打屁屁，我先回来。桥桥被他们攻占喽。好。他自己走了，他自己没办法射了，是不是？喂，钱柜，钱柜直接摔死，我靠！钱柜，我的位置太高。打架打架打架！哦，是是是是是，是是是哦。哦，那个音效，两根两根。叮叮叮叮叮。喂。阿基，我在召唤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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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掉下去了！要跑，走了。要跑，我就应该买一把弓来。死了！好水。我吃个东西啊。放啊！哎，去看他们黄金绿宝石洞啊！好好好好好，我发光了。哦，大家没有人也用来挖，没有人我们来挖。好好好，你挖你挖你挖，我在这边招鬼。OK。挖点他们过去了。他们家只有两个人，我要想去，我想去，我想去，我想去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我们在吸引他们注意力。来啊，我后鬼哦，你给我跑走了保护。啊，这边我想挖什么？挖木头。反正前面反正他们好像有人想要过去找你哦。有人去找要去找你了，没关系，我们有弓箭手，射准一点哈，弓箭手。压力变大，压力山大了，压力山大了。压力，我也伤害，我也伤害。我要转职啊！三个，我从他们后面来。哇，好痛，好痛，好痛啊！啊，拍谁？啊，我被那个杰克的那个刺客刺到了。哦，他的背刺。啊，我死了。对，他的小牙签刺到我了。小牙有一点。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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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们死，他们死。家里没人，家里没人，冲啊！冲啊！挖一下也好，可以啦。挖一下把那个清掉。我知道啊，加油，你可以的。小雨矿工嘛，对。你在哪里？我现在在青金石。好好好，我去找你。哎呀，差一点。给你保护这个东西。刺客好痛，来吧，我的副手可以。对，因为刺客他满血的话，哦，第一双就有，这还慢有三。哦，自然啊。这个给你，从敌方那边挖来的。回到家里。好好好。嗯，你可以好，我来。还看他还传了药也可以，我家里已经拿着。看谁出门比较走不死，我也是走不死的、啊，可以。我会一直死啦，那我来了。我是了，赶快跑走。那个箱子左边，右边右边箱子下面右边。是不是死掉稿子一直喷啊？这边啊，几率消失。我已经喷了两把了、欸，只喷稿子哎、欸。我们这个都是几率比较低的、欸。哎、欸，那个，帮我做个随便的金稿就好。好，箱子黄金还蛮多的。好，箱子有。家里哦。好，我做做看。对，家里没箱子。不用附，不用附。二级附魔其实我觉得可以先，就还不错。九九九，桥上有人，谁？隐形的刺客。哎，其实打刺客就只要不要让他满血，他就没有。隐形能力就没隐形了，对啊，挥到一下，挥，挥，哎，你可以用钱鬼探测，痛哎，很痛哎，我的僵尸有用了，开始了，第二了没？对，第二了，
他们进化弄好了。哎，我游，我游，我深海漫游。一等的。我感觉游也很快。哇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他们游好快。哦，大家都游很快。吃牛排，吃牛排。感觉有一个挖掘，帮他们那边挖洞进去，应该都很不错。嗯，他们应该也会发现。哎，有了有了有！哇，你在前线，魔鬼来了、欸！他们的发光没了。哦，对。任务什么？跳跳跳！冷跳冷跳冷跳！忍住有跳跳忍住跳！对，冷跳。好，没关系，我去招鬼。高。露米，有鬼来找你了，露米！露米，你要不要跳啊，露米？露米，用空拳打他，他会跳。啊，完了，对，我们跳不起来。哎，我搬砖这边，我搬砖，灌溉饮水灌溉，我搬砖，饮水灌溉，把这个挖掉。啊哈，下面可以帮忙铺一下吗？跑到下面来啊！我待在船上，我不会跳起来了吧？不会。他如果把船打掉就会。哎，他先弄你。哦，这样的金矿师三阶咯，我还在搭船，等任务，我在船上，哦，我们发光也没了，招不出来，招不出来，还有，哎，那个杰克过来打你了，杰克要打你，他把你们打掉了，然后他们天打雷劈，天打雷劈，哎，嘿嘿，可以跳了，开心，我想说这边可以饮水灌溉啊。哦、你说他水流下来这里是不是？他来了，杰克，很烦了。干嘛？金矿师，来，我输油，输油。会。我的后果会去帮助你啊。哦，好好好。叮。退一下，我要补血。好好好。可以。他们的专注力都会在。啊，我死了。哇。来。召唤。你在放箱子里面吗？还是？我现在在后面。好，没事。我该训练一下拿弩的部分。出来吧，千鬼。你可以一次买很多把弩。可恶！然后一次上弦之后，一慢那个用滚轮慢慢射。哎、欸，那个杰克在你后面哦，刚刚小心。你脑筋哈气玩法。对啊。哈气。喂，有人我打他。所以哈气玩法。那个下面还有一把，不是还有一把，还有一双那个深海漫游衫这些。好哦，你可以穿。我等等来做一个食斧，我战斗就用食斧，伤害力跟还是一样。宝箱裤子，宝箱，厉害的扩胯。我把稿子放回去，放里面啊。嗯。感觉这召唤是真的很厉害，干扰太烦了。啊！我走错地方了。哎、欸，这个煤炭可以干嘛吗？不行，对不对？就点火把，做火把，然后做成灯笼。你要宝山库库吗？对的啊，还是你要？那里没有，我比较容易死啊，给你。我是没有人要的状态，给我。怎么会没人要嘞？点名，核心核心点名，刚好点名。负面效果，带核心生命可以蹲下就有等级。可以赎罪一下，神他有罪。我差一个，差一个，僵尸都当我的好朋友。有了，耶！刚刚小雨还没来，我想说招一个后鬼当小雨，假装是他，代替。你是小雨，你就是小雨。把他命名有没有？原来是这样，就有人来陪我了耶！好，他们哦，有人在附喽，附魔喽。杰瑞觉得孤单。对，我们应该把他们那个附魔台给拆了。对啊，他进攻到巢里面，可以从上面下来。哎、欸，黄金，不，钻石有了，我没有稿子了，我没有稿子，我没有稿子。我去。小雨过来，我等一下去找你。我去。我发现他们饮水灌溉也不容易，嗯，那是更下面一层。他自己在射我有点害羞。我射不太准，可是他射的有点软。Yeah! 我们来了、啊欸，我们可以走。你名字都很多那个、啊，我有很多后鬼，他们还放船让我的后鬼上去。这里怎么有一条路啊？好不习惯啊！
别人挖的，快掉！他们跑出来的，是有一个从正中间，然后可以走过来的。他既享受，我就躲在我的僵尸后面。哦、肉盾，就是肉盾。你们要可能要等我一下，我在黄金洞哦，收拾你们。我也在他们的黄金洞，等一下。哦、不同边的、啊、相对位置。让我挖一下。哎、欸，团长有两个人来哦。我们要我运送。哎、欸，你要跟他打吗？你要打吗？好。我不是看你啊，看你啊，我就一直招而已啊。嗯。哈基注意在我身上。我运送东西回去一下，不然又消失，好可惜哦。没事，我也不是一个人，我不孤单。哇！哎、欸，赞哦！赞哦！赞哦！喂、哦哦哦，我来了，小雨。喂，嘿，露米。露米，我腿上哇哦，干掉他！哇，厉害厉害！女王风，女王风，小雨，快打小雨，打小雨，打小雨！不要打了！等一下，好多米，太多只了，生气气的，好可怕！女王风只有一只，女王风只有一只，发光的那只，我在打他。等一下，你有看到发光吗？有，在下面，还在水下。啊，在下面，在下面，好好。他们都在追泱泱，没事没事。他们追我，你们快去。女王风，蜜蜂可以坐船啦。我们家他现在在这里，他逃不到进去。打那个小雨，打小雨，打小雨！小雨，你家的快点带走！是不是有爹？有爹？那个波波也来了，要打不过。死啊！女王死啊！是是是是，小雨死了，小雨死了！杰克挖钻死了啊！哎，16个绿宝石哎，我身上。等一下，我要走了。小雨走了，你回来，你回来。我要走了，我要走了。小雨好有钱哦！哎，好棒哦！小雨这里，姚丹射我了，超可怕哎、欸！全体打小雨，赚哎、欸，超赚，超可怕！哎、欸，你好，哈基有哈基，哎、欸，哈基哈基，打他，在哪里？在哪在？他在我们家那个船那里。哎、欸，他还好啊，他拿那个弩是没有，哎、欸，他那个伤害好低哦。他是拿弓，他改弓了。哦哦，他一公一母啊！哎呦，一公一母哦，一公一母吗？哎，嗯，自己一公一母啊，自啊，怎么那么厉害？这么厉害？洞哦，这根本不是母蛙，什么特别的洞？在那个船啊，我们中间那个船旁边有一个洞，可以直接到最中间。我挖的啊，那个我挖的啊。对，然后再直接顺便走去对面去啊！要来了吗？有人要来吗？我在换牛排，等一下。我不占地，等一下。哎，那个不能拿，哎，你也不能拿钻石。你要挖红石。谁不能拿钻石？我不行啊。那个召唤石。对啊，武器啊，就是剑跟斧头，可以穿，可以穿衣服啊。我走了，补一刀。装备可以，装备可以。对，我需要，我觉得武器其实我都是哈基在右边，哈基在右边，至少伤害也是高的。可以啦，伤害也高。嗯 ，CD 比较久，我拿点红石去换弓好了，然后这个好痛苦。哈基在右边，他在右侧。哎，你可以来找我拿，我这边身上有红石。感谢，铁树丝不冲。嗯，让哈基亮亮的，还想吃？杀了谁还想走？女王蜂。杀小雨！杀小雨！杀小雨！心情好复杂哦！小雨来，小雨来了，小雨在你上面哦！哦，小雨，小雨，你的攻风全部在追我，他们都在追我！我在打女王蜂啊！另外一个人去打，一个人吸引。我操！我把那个蜜蜂吸引到他们家，他们就会很紧张。哎、欸，好哎、欸，好哎、欸，好哎、欸！好可怕、喔！那个女王蜂也在这里了。女王蜂也是，女王蜂在哪里啊？在他们家，发光，发光那位，发光那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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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是，女王蜂也在追我啊，白痴、喔！他也在追你啊！追着你，小雨你有病啊、喔！有没有啦？哎、欸，他飞好高哦、喔，白痴哦、喔！然后他真的在追你，他真的在追你，他真的在追你。两队，两队都在追。他飞好高哦，他想要追我啊！快点过来一下，过来一下，我给你补血。没事没事，我血其实都很多哦，连家也补不到哎，好远哦。真的假的？哎，真的哦。你说那个有精品效果？对啊对啊，精品。刚刚就讲啦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开场的时候就。哦。哎呀，波波干掉，波波干掉。打女王蜂。他没开贵族。高很高。啊。
女王后你飞太高了，贵族再有抗性，啊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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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十六颗成功杀小雨了，十六颗真的很多哎、欸，来来来小雨再给你，十六颗绿宝，对啊十六颗，对打死十六颗，哇，要不再发光一次啊，应该够了吧。不用，他们有发光，他们很忙，他们很忙。小雨这里，等一下，要不要我在中间。好好好，你等一下自己来捡啊，我走。夹。对，要躲。你放在需要生还漫游，就在路上啊。你有捡到哈？还是你要什么附魔？我感觉被射到都没什么疼、欸。我那个繁星应该是要挖掘的那个吧，然后我应该就是、啊、反正就是战斗装，一般战斗装。对啊、嗯，我是需要有人帮忙。欸、哎，你的鬼又变更强喽！哇，影月砸中本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影月用毒箭呢、欸，砸中本哎、欸、啊！哎呦，砸中本，毒箭是专是配是标配了。对啊，加油！干嘛干嘛干嘛，后鬼！铁的。欸然后三个人来，三个人来，退后退后。哎，杨我帮你挡，哈利在射你。哎，召唤小雨，你要清水系吗？我暂时先不用。我没有稿子。哈利，你要稿子吗？来来来。啊，我去骗人，我去骗人，等下我去骗人。好，你等下有需要再来找我。好。那我做金稿。加油！做金稿翻译。我让他们觉得说繁星要去玩了，繁星要去玩了，我在旁边自由。加油！确实，哇，还用技能，还用技能。嗯，繁星要去挖了，后面追着、啊，好多只，后面追着一只波波。加油！别上岸，加油！不要！哎，波波溺死了，把你打出来！波波溺死了，波波要溺死了。我要死了！我在你后面。哦，现在死掉会扣分哦。好。嗯。快跑，卢米来了。原来是效率四金稿。嗯好，你没上、啊。Rumi 来了，我来了。Rumi 连我的鬼啊！地震了，地震了，地震了！牛在哪里？牛在哪里？等一下，牛在哪里？哦，你就放箱子，我拿得到啊。OK， 我那时候我放箱弓箭比较多，可是我们潜到水底就没事了。对，哦對啊、水底就射不到。嗯，很正，很正，很正，哦、很正的、啊，这个很难挖矿哎、欸，在楼梯上面没有用啊，没用啊，他们的发光没了。那只牛，那只牛打掉可以那个，可以打，可以打了。那是牛打到可以、那個，牛在中间。对，能提早吗？我怎么记得没有啊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有啊，那个更新有。这么厉害，臭娘娘，好厚啊、哦！真的你，哈好厚，最好这么的硬。三个人打哎、欸，180，我觉得我好强。死了！哎、欸，有挖矿吗？小雨，钻石。嗨，还有生牛肉可以吃。好，我去挖。他们都有副装备嘞。挖完然后回去刷工。但还好，他们的那个黄金跟绿宝其实完全被我们弄下，有被阻断到啦。有他们陷阱我踩了，好疼、okay. 好疼！我要去、哦。你有没有感觉到？可是我被霸凌了。有我感觉到。小哥快跑！可是我被霸凌了，帮我！你我来了，我。喂。谢谢你。你还好吗？走了。我没事，我没事。啊，我有事。我还跟着波波。没关系，我在水中游比他们快。底下有人，底下有人，家里底下有人，脚底下有人。再挖了，再挖了，再挖了，再挖了。哎，挖。没事没事没事，还没挖到。打酱油，打酱油。他差三滴。打酱油。大家一起打酱油，他用技能，他用技能。打走了，哦，他也在下面。好像是杰克在挖吧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听到石头的声音。对，杰克。露米。露米。也是我石头铺了，露米，我木头铺了。你好硬啊，露米。哎，退一点，退一点。让我退一点，谢谢。大白鲨，露米。哦，还想走？跟着。亮晶晶。走了。发光属性。发光。跳跃力量。铁克还在哦，看你们要不要看他找到他的路。跑速持续六秒。那鬼在水里真的没什么用。对啊，没关系没关系。挖一下青筋。我卡住。呜、哦，毒箭，前面还有人吗？你有吃的吗？我在他们家里一侧。我死。吃的吗？没有，杨给我了。我差28秒，没办法帮你。没关系，我游下去。他在下面。哦，哈，突袭战来袭、哦。中央 boss。哦，我的船有用了吗？我的船有用了吗？我们要一起合作，要合作，不然多了这一个，大家都没商店。
没关系，双方都不要有啊。哇！哎呦，我要补满血。哇，劫回者跟你哦，哇！这么没有了哇？这么凶凶哦、啊？有杰瑞，杰瑞，有杰瑞，以前叫杰瑞兽来了。哎、欸，所以巧克力在哪里？我在他们家核心外面。哦，杰瑞兽，因为游泳游得快，完全没烦恼。真的，开场付了那个深海漫游，深海漫游真的很有用。真的，而且我们刚好都付到三级，有超快。而且只要短的在附近又有抗性。嗯，哎、欸，这传单他去那个中间、啊，我们走，中间就算了，不管了。你有想法吗？那个青金石洞的有想法吗？他们是在哪里啊？这里。啊，那我们要小心点、欸，出不来。术师，铁术师，冲啊！哎、欸，我干掉一个。哎、欸，我很痛，很痛，很痛，我不行。这样会灭。哎，我都打掉，都打掉。洋洋，你在努力吗？有一只上来了。有，我看到他。赶快游走，赶快游走。快游走哦！哎，钻石小月还没挖吗？哦，他过不来，我刚有挖，哦，他要冒出来了，我在挖。他现在好快哦！哎，好恐怖哦，好恐怖哦！那个密道波波也知道了。不是，快回来看洋洋。不好吧？我觉得这不优啊。哎、欸，回去了，通通回去了。我刚看到，我刚瞄到一眼，超可怕的。小雨吗？小雨给你。一群人围着那个，就是好像劫回那个劫回者会那个，会围着那个杰瑞兽。看我。我就在旁边一直射。他们不会射啊？他们一直盯着你。会射啊。哎呦呦呦！不会吧？射还蛮慢的。哦，有。哎、欸，他哎、欸，钻石矿好快哦，他们也挖了。现在超快的，一走回去就。嗯。因为你刚刚我说的时候，我才刚挖完。哦，我是不是踩到陷阱了？嗯、不要惹到那只牛。你在哪里呀、啊？哦，我已经先回家喽、欸。哦，巧克力回家哦，那我回家，我家会在。有装备坏了。嗯。啊，什么？你要武器吗？可以呀、啊。虽然那个装备可能会比较需要一点，那个胸甲跟裤子。嗯，我头已经有，不行，钻石有一点快，离不开那块区域了，离不开那块区域了，打不开五分秒就一颗哎，对，你看哈基刚刚连挖两个了，会不会是 bug 啊？好像是因为他现在有变快了，哦，三十秒后回来，好久哦，对啊。如果这个任务没有完成的话就，就超难的耶！对啊，小雨碰到他们的人了吗？对，他们在那个下面。OK， 那我做一个铁猫猫，疯狂挖哎、欸！狂挖猛挖！然后我这边水中呼吸跟保护伞，你要先拿吗？哇，好啊！我把门关起来。那你可以再附个水中呼吸给我吗？他们拿弩。好。我把门关起来了。我要弩的贯穿哎、欸！那打不脚胶，真的是。就把门关起来啊！哎！在奋战哦！箱子里还有保护性的鞋子哦！站在这里，然后拿着稿子，点住我的左键。哇！水中呼吸啊！接下来都没烦恼。赞哦！哇！这么多下哇！因为他们刚刚有两个在那边跟我跟小雨在玩，对峙，为了挖钻石。现在抢在中间挖钻了，是不是？对，哎、欸，这个钻石真的超快的。你在看啊，看到家里一枚的马上冲进去，全套的钻石装。发现如果你搞我搞掉了，还有一把、哦，没关系，我还有几个钻呢、啊。好，啊，那边堵起来，那边堵起来，我堵起来。做一个帽帽，你要帽帽。他们堵起来，堵起来。没有，不用。嗯，看一下哦。哎、欸，是有裤子跟胸甲吗？舒是按右键吧，没有，我在右键按右键，舒是按右键。哦，感觉，然后继续牵制他们。为什么我有掠夺者神怪蛋啊？哦，刚有给，刚刚给招出来会怎样？小雨我还没有那个，应该是刚刚中间他们死掉，因为他们副手，我等下拿回去，他们副手都拿蛋。哎，我有三个了，对，三个。哇，那我去他们家，我再挖一颗就回去，去他们家放。对啊，当然是去他们家放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放好放满。我不要。来，我输油士气高昂。啊，你还有深海漫游吗？有波波斯的挖矿大赛，挖矿大赛，挖！我拿铁，小心，我来帮你。我怎么一直被打？我在追你，我在打他，我在打他。每人一颗绿宝石，
对，金矿我在金矿这边。好了，我走，我回去。那我铁矿。好了，我招他们在在。哇塞，你的召唤很猛哦！哎，你绕一圈没死呢？没关系，我死，我去挖青金石。喂，有一个在我们家门口，是不是？有对。等一下，我看到他们射的好像是想要射我。他拿弓，他拿弓。喂，那个是陨月杰克，确实，哦，有火焰的，有火焰的，哦，躲起来。有火焰剑这么厉害？呀，他们有他们的小发光美了，我要小心的。喂，发光美了吗？那我等下再去放一个。对他们发光美了。家里有陨月，有，我来了。啊，陨月是因为有发，我在想要那个。那什么杰瑞，你就继续守，我们来弄陨月。对，再挖了，不要出来哦，欸、你不要出来啊、哦，不要再像。召唤召唤，我先去放。深海漫游三陨月，拜拜。哎、欸，他们都在打我一个，叫一堆人力啊，这个召唤。你的水下呼吸在哪里？箱子吗？哪个？那个杰瑞。你要哪个？哇，通，有没有水下呼吸？哦，水下呼吸也好，等下附的那个或深海漫游也可以。好，我拿着青金石回来了。我想说，有漫游，我就直接从底下挖过去跟他们唠。哦，你们等一下也要打，我们在一起上。好啊。好，我感觉我衣服快爆了。虽然我没什么战力，立刻偷挖钻石，可恶！什么？还在偷挖？我要来去乱弄他们，我要来去。我看到他了。对，要跑啊，杰克！哎、欸，我在楼上。他们在出征我。哎、欸，你回来。哎呀，我游走。我放箱子。牺牲多少？我血剩三颗星。那我在吃，我在吃。耐久保护。有。我输一。还没有一。还没有一。耐久保护。哦。阿基。在水里的战斗，我不会输的。那个青金石在箱子里面。白痴哦，按到抗性啊！我吃完了，阿弟啊，阿弟死，嗯，按到了，好素哦。OK， 反正我身怀漫游一的，我先放箱子里面。嗯，这个有钻石衣服跟钻石帽帽在楼上。哦，那可以附一下了。对，钻石宝物山可以随便附个，我衣服刚好快爆了。哎，重力反转哦！重力反转。那他们可能会趁现在来哦。我来了。是有人要起飞啦。对啊，起飞我的僵尸不会飞。我守在家里。他们说繁星来啦，快啊，来呀！他们有一个人在飞。繁星来啦。我在飞，他飞超高。嗯。火焰宝。哎、欸，等等，我的胸甲保护三的。好。他寄到我们家了。对，上面那个是繁星，快到他们家了。好，飞吧繁星！我看到他这。飞呀繁星！飞呀！喂，我打他一下。飞呀！他在射你。喂，飞呀！飞起来吧！